回忆的时候，哇，就会瞬间。而且呢，我有时候很喜欢听你们大合唱的，所以呢，我都会请我的助理把它拍下来，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然后我会放在，有时候放在 IG 啊，啊，有一些放在快手，比如说跟歌迷的合唱，其实我都会把努力的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跟你们唱歌，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事。所以呢，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好好唱啊，哈，好吧。那有些歌迷呢，他点了歌，结果说啊，我不会唱，我只是想要听这首歌。但是我大合唱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。说了再见，希望永远都不会跟你们说再见，好吧？来呀，上面的朋友。天亮了，雨下了，你走了，请住了，我带的你湿了，落叶飘在湖面，像睡着了，想要放，放不掉，泪在飘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不到，我假装过去不重要，却发现自己不。